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教徒课 Just Talk，我是 Shannon 祥农，呃，你们的 A B C，然后我今天有带两位朋友，对啊，然后一个其实他要在旁边听，但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？Hey，大家好，我是侯杰，嗯、有没有听到侯杰？<laughs>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哎，你要 introduce，你你练习好的 introduction 要先说。Hello，my name is Betty。<laughs> Hello，大家好。 但其实他们都是 BPM 的代表啦，他只是呃装 ABC 一下，装的<對> <laughs> 很不错吧？谢谢呵。好啦。那呃，我差点叫你 BT，<laughs> 其实我叫贝蒂，对，但很多人会叫我 BT，所以 <coughs> 就叫 BT <laughs>。<laughs> 好啦，好啦。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了？呃，都可以，但我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个。 呃，很想问 Shannon，就是有关呃男女之间感情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从国外回来的女生的想法跟台湾的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我蛮期待你的一些對回复建议，对跟、啊、回复、啊啊。我也很很就是好奇，说台湾女生的 dating life 会有什么问题？因为就在台湾也没有什么经验啦。<laughs> 嗯，就是我的问题呢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事，然后他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，然后他没有交过男朋友。那现在 A P P 不是很流行吗？就是交友软体，然后他就在交友软体上遇到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然后认识了四个多月。那他们每天都会，呃，男生会叫我的同事起床，然后他们就是都有聊天，然后会一起出去，然后运动，就是很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。 模式，那有他们有有碰面过了 <coughs>，有，他们就会常常出去，哦、然后就是运动啊什么，都是两个相处都还不错，但是好像没有到男女朋友的感觉，然后、哦、还没到，诶对，因为其实我很少用就是手机软体，因为我我我有点怕，就是碰到恐怖的人、嗯，对，因为我因为我,、嗯、我也是没有。 不敢接触，但我觉得，就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其实就是也是网络上认识，然后就成功，然后现在就是在一起。啊、有很多我们就是呃之前的公司同事，也是有一个男生在 APP 认识一个女生，然后我们就结婚了，哇，超酷结婚。但我觉得第一个我的问题就是说，<對>你的朋友就是有跟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跟男生没有，因为那个男生他其实有一直想要问我的同事说。 呃，交过几个男朋友，但我的同事就是故意有点吊他胃口說，说呃不告诉你什么的。可是他其实是有点害怕，第一次的话男生会怕，就是会有点哇，第一次没有交过男朋友这样。我觉得我会建议朋友就是要呃诚实一点，如果他喜欢这男生，因为你不跟他说，然后你又是在 APP 软体认识这男生，可能心里面会想说。 啊，uh, 那这女生可能有就是很多经验，oh. 然后一直在跟别的男生，oh. 然后也在吊他，oh. 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呃，就是这女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她他也怕说他同事在教很多男生，所以他自己也不会主动先把这个。Oh. 這個 感情呃，友情变成感情啊，oh, 因为没有人想要被拒绝，对，或是很丢因为他们呃，已经就是互相聊天了四个月，嗯、但就是没有太多的进展。然后有一天，那个男生就失联了，就是可能。 呃，很久没有回讯息，然后那个女生一开始想说她可能忙，可是因为之前的话就是不管再多晚她都会回，但她可能已经到了一天都没有回讯息。可是其实我的朋友很走心这件事情，嗯、但她又想要就是盯着，就是不要主太主动，她就觉得说男生可能会觉得她太随便之类的。嗯、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如果是你的话呢，你会。 嗯，就是你会主动的去密他说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在忙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还是会就是盯着让他主动跟你联络。就其实我有碰过这情况，可是我是我是就是男生那边，我故意没有回。<laughs> 哦，是你换过来的角,、就是、角色過來，对，过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们两个的，就是之间我很不懂为什么，可是我们每天就讲话。 然后我就觉得，哎、oh.，like 我们干嘛要每天讲话又没有关系，oh. 而且就是我們我们比较复杂，是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有一点出一些状况，所以我知道可能没有什么结果，可是我们还是照样每天讲话。Oh. 虽然我们说是一个陪伴的感觉，啊、对，我们说啊，我们只用当朋友，因为我,我你让我生气，可是我还是跟他讲话，然后然后他也每天跟我讲话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烦，然后我就不跟他讲话了，大概一个半礼拜。 然后,后来，我是就是偷偷摸摸还是就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我我以为我回了，然后就继续讲话。而且就过了几个礼拜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就是过了几天都没跟我讲话。然后他后来也说哦，对不起，我打开了，可是我我没有回，我以为回。所以我觉得人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跟人家。 讲我们在想什么，oh, 然后我们就玩小游戏。<對>所以你的朋友可能他觉得很烦，可那男生可能就是想要看说这女生在意不在意我。Oh, 他忍忍忍忍忍，然后就跟我一样。我我的朋友，对我的朋友，他就会可能因为呃，他会一直想象说会不会是男生有其他的对象，然后就没有时间理他，就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假设性问题。那我觉得他所以就是可以问，以就是、对，他可以我觉得如果他想要跟这男生的感情。 Take to the next level。假如说，就就你要就是主，你不需要主动说，我就是要当你女朋友。那你可以就是说、oh. 啊，呃，我们你们确实是就是在一个为了 dating 的地方认识啊，所以那个最尴尬的地方已经不在了。Oh. 就是你你会在这个网站，就是因为你想要找一个人啊，对，就是不是说你在学校认识的、啊，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会要怕。 你知道吗？就已经其实也不是怕，只是他说他、嗯、会想象很多，说在没有联络的这段期间，他会不会其实已经有别的对象？他放很多条的线，就是可能不止一个。我的同事这样子、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最怕这种手机软体，嗯、就是我觉得说、啊。對 那就假如配上了以后，是要同时一起把这个软体删掉吗？嗯，他不是还在用软体？我跟你讲，这、就是最妙的一件事情。我朋友会这样子想，是因为他有一次跟他出去，然后就是无意间看他手机看了一下，然后就发现哎、欸，那个软体，因为我朋友在呃认识他的时候，嗯，就就是认识他，有了开始聊天之后就把那个软体删掉了，嗯，然后那个。 另外一方是却还有软体，然后还是有人在敲他，就是有别的女生敲他。嗯、然后我的同事就有看到，就想说，就是想说，哎、欸，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但是他那他其实可以他没有问他说，没有问你呃还会用这个软体吗？然后那男生就可能那他可以说，因为我就后来就没有再用，因为就觉得说，你知道就可以就觉得。 不需要了，然后那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哇很感动，那他可能就会说啊我还有用，或是他可能说我没有用，那赶快把它删掉，他也不知道他看过啊。对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再跟他特别讲这件事情，<laughs> 就是知道就可能放在心里。嗯、那后来就他就是觉得突然的没有联络，他就是会有很多的揣测，但、嗯嗯、这就证明说你你的朋友其实很在意他，他他其实没有，我觉得他一开始没有。 呃，我想他没有觉得这么在意他，因为他觉得就是每天都聊天的对象，然后就是其实稳稳定定的，然后就开心有一个可以陪伴的呃对象。嗯、那他其实也没有料到自己突然呃他这样子消失的时候，他会这么的在意。他其实没有料到，所以这男生的<對>就是故意不跟他讲话，就是要他在意他，这是故意啊。<laughs> 这是就是男生女生都会玩这种游戏啊，<对>而且就我有跟我一个表哥，然后他比我大很多，然后我们就聊这些。那他其实也没有用软体，可是他女生的朋友就会常常问他说啊，这个人说这句话啊，然后那个人说这个，然后这个人每天跟我讲话，然后他有一次就跟我说，就其实女生都觉得说男生很难。 搞懂，可是一个男生如果不喜欢这个女生，他不会花时间常常跟她讲话，他可能只会偶尔讲话，啊、他不会变成就是每天花心去跟你讲话。啊、但話又說聊后聊天就是问、啊。就是你说男生如果没有很喜欢，或者是有一点点感觉的话，其实不会对女生这样子。对，就算就算假如说，<以>嗯，他没有完全就马上要把她变成女朋友，嗯、他还是就是觉得。 以后可能可以有发生事情，啊、有會他还是会就是保持很好的关系啊。啊那这男生就没有就是做一些不理他的事情，就是不没有拉了几天，可是又回来了嘛。回来，嗯，这个其实有点也不太算、啊、故事，对，还有一些小故事。啊、那那我们就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听接下来就是被拉了几天，后来怎么开始再讲话、啊，<好>然后女生怎么想。 那我们再继续讨论吧。那谢谢呃听众来、like, 听我们这些嗯感情上的问题，哈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会儿见。耶 <Yeah. S 1>。OK，Hello、okay, 大家，欢迎回来收听《焦土课 Just Talk》，我是 Shannon 祥农，然后今天有 b e a u 哈哈哈。杰。<姐> <laughs> 刚刚有一个空档，在重音心上面会觉得哦坏掉了，可是还好我们是先录。 那我们没有走掉。那哎，刚刚讲到哪里？刚刚好像讲到贝蒂要再给我们说一些故事耶。对，就是刚刚延续上面的故事，就是呃，后来呃，我同事的那个男生对象，就是不是消失了一两天嘛？就可能回很慢，然后后来可能会直接到隔天都没有回。嗯、那呃，我的同事就是会有故意的，就是可能在，因为他我同事其实会忍不住，因为就会觉得。 平常联络的很密集，然后突然消失，就会很想联络他。可是后来他跟呃问他一些问题，可能会故意找一些问题来问他。然后那男生就也是回的很慢。嗯，然后后来他到，但是他到了隔天之后，他就是早上忘记，因为他每天都有叫我同事起床的习惯，但他那一天就忘记了。但还有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忘记叫你起床，就是还是有跟他说个抱歉这样。”嗯，但是我的同事好像。 其实他有点有点小不开心这件事，但是他好像<对>呃用用冷漠的方式回他，就是、嗯、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因为他其实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，然后我我我这种人就是超级忍耐不住，然后呃他可能消失，我就会密他的那种人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装那个矜持跟一个冷傲的态度，可是其实欲擒故纵这个我真的。啊 会受不了，就忍不住这样子。<laughs> 对啊，对啊，对嗯，因为如果是我，我会就是觉得，好，这个男生一定在考我，就看我会什么反应。就是对我想要那我反应一定就是听听的想法，一定会。就是我妈妈有教我，就是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你都要保持，你都没有错，就。 怎么故事再重翻回来？你就是一个很很很好的人，然后人家会觉得说哇，那个他他这样子反应很好，因为这男生他可能确实是像你朋友想象的，现在有很多女生，可是你现在不是你的目标，不是当他唯一心目中的女生，因为太难了。可是你新目标，你的目标是要在他心里面可以留在这个位置最久的，那你可以就是让他真正喜欢上你。 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现在有这个软体，um, 现在有那么多女生都在外面想要有男朋友，太简单了。你就是那么简单被他影响，而且他一回你就有反应，而且就算你回的是很冷，um, 可是他就知道说你在意他，因为你生气了、啊。生气跟爱跟恨是一样的意思，um, 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有影响到你的心情,情，那他应该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像我就会说，哎、欸。 对后你没有跟我说早安，诶、欸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会有这个习惯呐？这样子，我会问他一个问题，啊、让他把球丢到他那边，他要回复。然后就是我、呃，因为我的同事他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这样，所以他就其实征求了很多朋友的跟同事的意见。嗯。 那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说，他都这样对你了，你干嘛还要呃，可能是热脸贴冷屁股那种感觉。<對>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复杂。我其实这件事很简单，嗯、我觉得，因为如果在意他的话，就让他知道我是这种个性，啊、就是我喜欢他，我就会告诉他、啊。然后我会让我朋友，<對>就如果我朋友，就算我没有很喜欢的男生，我就会觉得你就好好喜欢他，你、嗯、你就。 就是你要喜欢他，你就要对他，你想要被对的感觉，就你想要他多多注重你，那你就多注重他。嗯、你不要就是<对>可能也要女生有时候会变得很烦、很黏黏的，然后就是很黏人，那也不要了。就是、因为我觉得我我大多认数认识的女生都是，嗯、呃，可能如果男生比较冷漠或是。 怎样一下子女生就会可能会故意不理他，或是做一些这种就是比较让他，就是让他觉得说呃我我其实不在乎他或是什么，或是有点闹脾气这样子。嗯、对，但是因为呃对于可能不太熟的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男生，虽然已经就是聊了这么久，但我觉得彼此的个性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。<對>嗯、而且我就觉得说，就是你这机会就是可以说。 就是把你可以就是开始问他，那为什么你要每天跟我说早安啊？是因为、哦、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还蛮，或是就是说，或是你也可以可爱一点，就是说，对啊，你没有跟我说早安，我好就是好想念被你叫醒的那种，對對對就是我就是可以说，對對對就是其实因为每天说早安。 我觉得我以前的男朋友都没有跟我每天说早安。可是暧昧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每天早安晚安，然后就是讲一些話 <laughs> 是、啊、就没有这种习惯了。而且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她们会生气，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没有每天跟她讲话，她就会生气。 那我是，其实我同事也不是算生气，他就是、嗯、他是有点在，他是很在意，他是怕说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喜欢他了、啊。他重点就是他他对他，我觉得他在意的是说，对，然后男生是不是有很多线？我我我想应该是这样。那我觉得就直接问啊，你怕什么了？他有你觉得不 OK，那你就找下一个男生啊。对，就是呃，就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个男生，所以你该问的就问，他已经浪费了四个月了。 <對>重点是他已经花了四个月，<laughs> 而且什么都不知道。而且他们就是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会怎么样吗？呃，不太会。就是我也有问过我同事说没有，就是很好单纯哦，嗯、<laughs> 就是单纯单纯的、嗯。那其实这男生可能也就是不懂女朋友在干嘛。他其他软体上面认识的女生可能就很随便啊，因为通常。 一大部分用软件的人，他们就是想要夜情，或是就是找炮友。Oh, 对，但是后来啊，就是我的那个同事，他就是有点小冷漠这样。然后他其实我同事中间有试着就是想要找话题跟他聊，然后可能要约他出来或什么。嗯、但是，呃，那个对象就是有点闪避我朋友的一个。 问题，或者是譬如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出来哪里？但是那个男男生就闪过这个问题，然后我，但是他以前不会，就是那几天，就是从可能前几天开始，有点断断续续回比较慢的时候开始，然后后来我的同事他就也就是比较冷漠，因为他可能约他或什么的，他就是都不正面回应，然后后来冷漠之后，那个男生就真的这样消失了，就是已经几个礼拜了哦，真的<對>都还没有，就是。 有一种就是我朋友，因为我最后最后一次的那个讯息是我的同事回，呃，没有回他，已读不回。嗯，对。但是那个男生就是也没有再来找他。对，可是，但是我那个同事他其实非常在意，在意，跟有点就是走不出来，觉得说，诶、欸，明明我们是每天这样子联络，然后我们都很关心彼此，可是怎么会突然就？ 我因为我不理你，可是你怎么也会不来找我？然后就很多人都会告诉他说，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他就会来敲你，或者是来找你了。啊、哦，<對>可是就我会觉得说，他们两个都有点在玩游戏了。就这个，这个是电视上都会这样演，而且就是电影里面也是，就是说要这样子做。那我个人会觉得说，人生就是。 你就是朋友之间，如果我每天跟我朋友、好朋友讲话，他突然没有理我，我确实就会马上会说，哎、欸，你今天就可能不会马上，可是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怎么最近没有他消息？我会问他说，嘿，就很久没有跟安迪联络，oh. 你 OK 吗？最近过得好不好啊？我会一定会问的。对。然后就是，可是好像就是变成现在的社会，也不是你同事的错。我觉得这是第一，他没有经验；第二就是他。 就是对，而且我我的同事他可能没有经验的关系，所以他问会问了很多他身边的朋友跟同事，嗯、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解决办事办呃这件事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但大多数我听到的都是可能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对方都这样对你了，你干嘛还要、嗯、可能就是再去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就是朋友都会跟。 跟你，因为你要保护你的朋友，可是就是一个人，对，可是好像其实没有这么复杂、啊。对，当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嗯、你就是你觉得你不会后悔的事情，你可以不要做。可是你会后悔，嗯、像他已读不回，然后这个人不回了，就真的也没有再找他，他心里面很不开心。那对，可是这是他自己找来的麻烦啊。嗯，然后就是你为什么就不说，呃？ 我想，你就直接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想知道说，呃，我们就是认识这么久了，然后你说就直接可能问说是什么关系？”对啊，我会直接问，因为就是你说如果有没有想要再进一步交往或什么，你都会直接问他，我会问的。 因为你都已经就是胆子够大上了软体了，嗯、你已经很明确就是要交往啊。对，就这不是说我在我朋友的生日 party 认识一个人、嗯，因为我同事他，我觉得他这样的想法是，或是像心态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会有点怕怕的，因为他没有经验，然后加上是在这样的平台认识的男生，所以他其实也不确定说。 呃，跟他如果真的交往的话，会不会受伤或什么？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也受伤了吗？对他现在就是蛮反的，就是这种暧昧这种东西，就是还是会受伤。哇，我们哎，节目好像要休息一下耶，那我们再继续聊，等会儿再回来，拜拜。OK，欢迎大家回来收听《焦土课 Just Talk》，我是祥龙 Shannon，那今天我们有点。 打架，然后我要说什么？<laughs> 今天有我朋友贝蒂<迪>，贝<迪>还有浩杰，那<节>他们来就是陪我们聊天，谢谢他们。那刚刚其实就是呃，贝蒂这朋呃同事啊，他他，我觉得就是第一，你第一次交男朋友，而且就是呃，已经就是都读完书，嗯、其实很难认识新男生，真的。嗯，然后就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以大家来，我们现在先说大家，不是只光你同事来说，就是在手机上认识的男生，他们很多就是会只是想要睡一睡，所以他们可能同时跟很多女生讲话，所以你朋友担你同事担心，这是这是自然的，可是就是呃，我觉得说他会愿意跟你。 呃，就是聊天 hang out 这么多月，四个月就不是不是假的。你不行说这男生就是怎么对他，或者很坏一个男生，但这男生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啊，我努力这么久，那这女生就是完全没有让我感觉说可以发展，而且就是他也没有就是嗯，你知道就通常可能出去约会就会碰到一,一下，碰爱、啊、一下就会牵手或怎么样，连这个都没有的话，这男生可能就觉得说。 呃，这女生会不会是就是很太单纯啊？不敢伤，她也不想伤害到他，可是她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跟他说，所以他们也没发生关系。嗯，那我觉得这男生其实就是可能认识新的人也很忙，那这是他自己的自由。你们没有说定你们有什么关系的话，他可以去找别人啊。我不觉得就是他是坏人，所以我觉得你朋友还算，就是你同事还算。 运气很好，他碰到一个还算人很好的，就常常网络上认识的男生，<对>他就是呃约会或是聊天的时候讲的多好听啊，然后就跟你睡完就再也消失了、啊。哦，對對说到这个真的是 <laughs> 非常的，就呃，我现在可以，你有个故事吗？<对>我在说，就跟你同事是说，<我 S 1> 就以我。 就是 A、B、C 的经验，嗯，呃，就是男生他们有，就算没有缘分或有缘分的男生，以我经验，他们都会再回来一次。 啊、就看的时候有没有缘分，就有常常我会跟一个男生聊聊聊。你说也许他会在外面，可能就是跟其他的人会联络，或是认识其他的女生，但或是他只是就是最近他很多朋友过生日，或是他最近工作很忙，哦、了不知道是什么。嗯、他自己他你有自己的人生，他有他自己的人生，他可能每一年五月都很忙啊，然后他可能。 就是你不知道这一个人,人，对我我觉得你这样讲哈，<你>就是因为，就他有时候会突然想到你，然后再打简讯给你。对、呃，那到时候你可能已经认识别的人，或是你们就真的可以发生、嗯。因为这些都是假设性的问题，就像我们假设他也许可能有很多条线在经营、啊，说不定他就是对妈妈生病了<對>或怎么样，你不知道，所以就不要把就是人就是人，他们我们大家都会做错事情，或是不知道怎么 handle 事情，嗯、所以就等着看。我觉得，然后。 呃，中间他可以去，就是呃，可能去上上课什么，去认识男生。我觉得他不适合用软体。哦，你说我的同事，不太适合。可是说到软体，为什么不适合？因为我自己很怕，所以我很想听你、你、你的经验，或是你朋友的经验。我我没有经验，但因为我也。 我也是目前单身中，我也是有时候会想考虑，会考虑对考虑，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用那个交友软體,、欸、体，然后想说要不要试试看。可是碍于自己也是非常担心，因为我听了蛮多的例子，但我觉得这前一个那个我觉得是纯纯的，就是没有到很让人家很惊讶，还蛮对，我觉得算是 <okay S 1> 对简单的。<laughs> 那我现在接下来要分享一个，就是我也是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好朋友了。 他就是有一个，他是交友软体，那他做设计的。他出社会之后，他现在快三十岁了。他出社会之后就没有再就是稳定的交往过男生。嗯、那也是 A P P 盛行的时候，他就去世了，<對>然后就认识了一个男生。嗯、那那个男生，那是那个好朋友，他本来是住在我家的楼下。 也是我之前的同事，嗯、那他认识的那个男生，我有跟他出去吃过饭，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那个男生看起来蛮蛮不错的。嗯哼嗯哼然后他小他小我的好朋友，呃，两三岁。OK，那我都觉得他们交往很棒，七个月。某一天的他看完演唱会之后，那个男生就呃。 他就叫他男朋友陪他去吃东西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说：“哦，我现在有点忙什么。”可是是传讯息，但他之前都是会马上打给我的好朋友说：“哎、嗯欸，我现在有点忙，要不我等下过去接你什么的。嗯”但他那一天就很怪，了可是我的朋友都会觉得说：“哎、欸，他可能真的很忙，就没有想那么多。”但隔天他们就呃即就是一样，当天还是有出去吃宵夜什么，后来回家，然后在隔天的时候，他们到中午出去吃饭回来，那个男生突然跪下。 然后我的朋友就吓一跳，想说是要求婚吗？<laughs> 就是我自己想那个画面，会 <laughs> 觉得说一跪一下感觉就是要求婚。<laughs> 没有，那个男生就跟他说抱歉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出轨了。嗯，然后我的好朋友傻眼，就是受不了。他没有，他觉得说，因为那个男生的工作也是做设计的，嗯、他非常的忙，<對>忙到我朋友都会开玩笑跟他说：“你这么忙，如果你在。” 偷吃的话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然后男生都会笑笑，就是因为那男生真的很忙啊，嗯、但他居然偷吃了。但我不会开这种玩笑。<笑>对，但他只是就是讲讲，因为他是出社会后认识这个男生，然后又稳定交往七个月，啊、男生很体贴，因为我也见过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。嗯，但我的好朋友就说，怎么认识那个对象的？结果他说，就在我的好朋友去员工旅游的五天内，那个男生就又打开了。 软体,體、啊、认识了一个女生，就约了一个女生出来，<哇>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车上就接吻了，哇！就是第一天就发生的事情。但他跟我朋友讲这个，我朋友真的是快疯掉了，啊、然后他就一直哭，他就说，对，但我的朋友就有点傻，他就说我原谅，他说我现在原谅你，我就当你出去玩一玩回来，嗯、还是会回到我身边，我原谅你这一次，就是叫他跟那个女生断干净。 但是那个男生就是告诉他说，他两边都不要了，什么就是他觉得对不起比对双方，所以他就告诉他两天都不两边都不要。然后我朋友就问他说：“你认识他多久？”他们重叠了两个月，就是他跟我朋友在一起七个月，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两个月。哇，超级扯！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就说，就是告诉他说双方都不要，但要去跟那个女生谈判。然后我的朋友就说。 你要去跟他谈判，我也要去。<laughs> 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要看看那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会让你喜欢上他。”对。然后后来那男生就一直阻止这件事发生。后来那个女男生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，他就说：“如果我去，你去了，我选择他，你要怎么办？”哦。然后我的朋友就是哭到不行，他就觉得。 一听这男生其实说要两方说清楚，但这男生是打定主意要另外一个女生、啊、要跟他在一起，嗯、后来就<对>他们两个就分手了，然后那个他也跟那个男女生在一起，那现在还在一起？现在还在一起？哇哦 <Wow>，真的很夸张，而且最劲爆的一件事情就是。 后来，因为男生有东西放在我的朋友家，嗯、然后他有一天就说他要来拿那个手表，因为手表可能有一点贵重。嗯、那我朋友刚好那一天跟他朋友喝完酒，然后就说好你来拿，然后他的两个男生朋友就陪我朋友回家。嗯，后来女生真的直觉真的超准，他就是。 那时候晚上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雷达一扫，他就看到那男生，但是他看到对面的巷子站了一个女生，呃、他的直觉告诉他自己，在那就是小三，对，他马上冲过去开始打他，哇，暴 <laughs> 打他，真的很精彩，<laughs> 因为我坐在楼上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我下去帮你一起揍他，<laughs> 他是真的打到，你觉得这是女生的错吗？ 我觉得是男生错比较多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<laughs> 没有我的朋友气。我有事后有问他，他说他气是气说你怎么还有脸来我家啊？呃、怎么有脸带那女生来、啊？女生。 被揍以前，不不知道这个事情，<laughs> 他从来没说清啊。<laughs> 对，不知道，反正就被打了，<laughs> 然后然后男生就来护那个女生，护小三，然后男生也被打超惨，然后后来他的另外两个朋友就架着我的好朋友说：“你快走，如果你没有事你就快走。”后来我的朋友就给我看他的手上都是抓痕，都是流血这样。可是那个男生没有还手，女生也没有，小三也没有还手，嗯，但就是真的是被狠狠的暴打，我 <laughs> 就觉得哇，太精彩了。<laughs> 我还没打过人耶，<對>我也没有打过人，<laughs> 就是只会偷打我的弟弟，没有真的打过别人大人。对、啊，我也希望我不会气到需要打的人，的你知道吗？希望不会这一辈子。<laughs> 哇，这故事真的蛮精彩的耶。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再回来聊。呃，就是手机上面认识人，或是就是关于暧昧的事情喽。谢谢大家听我们聊天。 嗨，Hi, 大家好，来收听圖客 Just a j u s t Talk，我是 Shannon 祥农，Hello，我是贝蒂，嗨，我侯姐。然后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哇，好精彩的故事哦，被被揍耶，哇！然后而且就我觉得他厉害，他知道就是那女生，他没看，过，就是女生的第六感吧。啊、而且很黑的巷子，他就一眼扫过去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小三。嗯，然后就我觉得就是用这些软体，这就是其实不是用。 就是这种，呃，叫什么交友软体嘛，对，也就是就是惯用脸书啊，什么 Instagram、Snapchat 这种软体，就已经很多，就是<會>哇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嗯、可是就是你再加上这种软体的时候，就真的就是还蛮精彩的东西会发生，我的感觉耶。对，而且就我我我一直不敢用，就是有时候我会想下载，因为就是人还是会寂寞啊，然后寂寞的时候就会想，就是。 啊，我觉得女生就是还是，我我算蛮花痴的女生了，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考虑，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些男生他们就是跟比夜店还可怕，就是夜店男生通常都是,是因为你是想要一夜情，而且你是正面的跟他见面然后聊天，虽然不认识，嗯、对，但 App 就是一个更,更更不认识而且就是脑袋里就是哎、欸、他是不是就是要那那个，<對>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你朋友这样子发生这种事。 以后他还敢用软体吗？他很他很难过，我那阵子其实很舍不得他。然后后来就是他呃转换别的心情，就可能每天运动这样子，然后就慢慢的感觉就有好转。那在下一次跟他联络的时候，他就是我搬家了，然后可能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跟他联络了。那我就可能有一天，我就突然想说，好久没跟他联络，关心他一下，我就打给他。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，他又认识一个男生了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在 App 上面也是一样的交友软体。然后我就又很替他开心，可是又有点担心他。嗯，但他可以走出来，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对啊,对啊，对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聊啊聊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个男生他是交友软体认识，然后他们两个出来见面，那对对方也是学设计的，嗯、<哼>然后还不错，高高的，大他几岁，然后。 就是他跟我形容一下他的长相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听起来好像还不错。然后后来我就说，他又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隔天，哎、欸，第二第一次见面还哦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男生就带他回家，嗯、然后他们一起去买了。 他就跟我说一个什么什么分，回家的意思是，<對>我觉得侯杰想知道，回家的意思是，<laughs> 我觉得侯杰不能知道太多。太 <laughs> <laughs> 我觉得是侯杰在想象的事情，<laughs> <laughs> 没有，他就回家。我一开始，因为他一讲回家，我就哇我第一次见面就回家，啊、然后我也是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，但是他就说没有，他就是一起去买完了粉圆什么就讲。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他住哪里？然后他就说，他就住东区的巷子啊。 然后因为我我也住在附近，然后他就说他们买完什么什么，我说那间什么什么在我家附近诶、欸，你他家是不是在哪里哪里？我只是想说随便讲一下而已。结果后来他就尖叫尖叫超级久，他就说他就住在那里楼上，<laughs> 然后我也尖叫尖叫尖叫，然后我就说几楼，然后他就说几楼，我一说我就开始尖叫，我说他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有一个印象闪过，就是那一栋大楼有一个。 男生，我有跟他擦高高帥帥擦肩而过过，是他形容的那个样子。嗯、我说他不会门口就是贴了一个什么什么吧，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在尖叫，因为我觉得太恶心了。<laughs> 我们半对，我们半年没有联络，然后他新认识的一个男生居然住在我的新家隔壁，<laughs> 太妙了，太妙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们第一次回去，呃，他们就是没有干嘛，但他们就吃完了、嗯。 就是豆花之后，那个男生就睡着了，在床上睡着。<哈>然后我朋友就是傻眼，<laughs> 想说现在是怎么样。后来他们就那一次没有干嘛，就是聊天。然后后来就那男生还是送我朋友回家了，嗯、就这样子，很简单，就是第一次没有干嘛。嗯，然后后来第二次见面是跟男生的朋友们一起吃饭。后来第三次见面的时候。 也是好像要去夜市，也要买豆，好像又是豆花吧，但是是去比较远的地方买豆花，<laughs> 然后后来他们就回家了。但吃完之后，男生就是又睡着，就是真的是什么桥段。 对啊，这男生是是有<對>有问题吗？我一直在想说，那男生是不是想要诱惑他？他说没有，那男生睡得非常熟，是打呼这样，<laughs> 然后,後就叫他赶快走，然后下一个要来了對。对，然后我的朋友就去叫他睡，诶 <laughs>、欸，你不要再睡了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就就是好像半梦半醒这样，我朋友就是有点就是小调皮的跟他说。 就是如果你再不行，我就要亲你咯。什么的。然后那个男生就是还是不行。故意意后来我不知道，但是女生就亲了。嗯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就就叭叭叭叭这样，<laughs> 然后继续对，就一夜情了。到到 <laughs> 到，到到对，然后就就是这样，我就又在尖叫，因为我觉得哇，也太就在你隔壁。对，而且特别 <laughs> 还有你，你没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，我就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来找我一下这样子，他不可以来找我玩。对，然后后来。 他就是呃，过了几天之后，他就很开心跟我，就是他跟我讲这件事，然后他就说那个礼拜是一个是那个男生的生日，他可不可以呃，他他想要送他礼物，约他出来帮他庆生，然后说想要跟他确认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嗯、那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说，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觉得约他帮他庆生，我觉得都还好，因为你也是真的有喜欢他。嗯，那。 我觉得有要到确认关系，好像有点太直接，而且太快。或如果是想要确认关系的女生，你就不行，不应该跟他睡。对清清对，你说的很好，因为我觉得，就如果你在意他，就我我不会，<對>我不会在意。女生只是一夜一夜情，可是如果你要一夜情，你就不行，要在意他。对，但他就是走心，他,分的他就是一夜情完之后就是。 走心就是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，嗯、然后他就是想要约他。哇，他是多厉害啊！这我就不知道了。<laughs> <結>红姐，不要听，不要听。<laughs> <結>然后后来他就是约他说，哎 <laughs>、欸，这里派没有直接说要帮他请他说，哎、欸，这礼拜天你有没有空？因为那男生是礼拜天生日。<對>嗯 他就我就是这礼拜，他就问那个男生说这礼拜天有没有空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哦可以啊，可以吃一起吃饭，然后我朋友就说那就一起吃晚餐。后来那个男生先答应了，那后来到了礼就是到了礼拜五快接近的时候，他就再跟那个男生确认一下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说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突然发现礼拜天是我的生日。然后我听到这里我就。 就是骂脏话，我就说谁会忘记自己生日？就是会突然发现自己生日在什么时候？对啊，大家生日都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，怎么可能？前几天突然发现这件事情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觉得怪怪的。然后他就说。 可是他就跟他说，呃，我发现礼拜天是我生日，然后我中午要跟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一群要一起吃饭，然后呢晚上我的家人要从南部上来帮我庆生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吃饭了。嗯嗯嗯、然后我朋友就听到这理由，他有点难过，但就觉得这理由很正当，而且晚上是要跟家人，那他们也没有到了可以见家人的关系，所以就我朋友就说，哦，好吧，嗯，那他就很难过这件事情。后来呢，就这样。 我就跟他联络完这件事，就到了，反正就是到了礼拜天。然后有一天，呃，那个礼拜天，我就下午的时候就跟我朋友，呃，买个东西啊，回家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天聊天聊，然后就走走走，就看到要转到我家那个转角，我就看到。 那不是那个男的吗？然后旁边一个女的，然后我就内心非常的澎湃，然后我就 <laughs> 跟婆家人，对，我就来回一直走，就是一直假装说，诶、欸，我是不是什么东西忘记？然后我就再往回头走，然后就是很像神经病，一直来回在走那个转角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、啊、，amazing，太扯了，就是这种事居然被我撞见。嗯，然后我就一回到家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的朋友，我就说，那个那个男生。 因为我我记错，我以为说他晚上是跟朋友吃饭，嗯、中午是跟家人。嗯、然后我想说那个有也许是他的朋友，虽然是一个女生，嗯、但我朋友就说没有，他要说中午跟好朋友，晚上跟家人。<laughs> 那时候的下午已经快接近晚上了。<laughs> 我就说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，嗯，然后就是跟一个女生，我觉得不单纯。嗯、然后我的朋友就超级难过，超难过。 一定，因为他被骗了。对啊，就是你好好说就算，你还骗人。对，就啊，我突然发现我我已经跟别人，而且好死不死就被我发现啦，因为我就那么巧住在隔壁。这也是你救了你朋友啊！我,我觉得，我觉得这是你跟你的朋友缘分很、啊、好，不是他跟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至少提早被我发现这件事情了，<laughs> 啊、以防被玩。对，然后后来隔了一天之后。 就是他们也都没有联络，我朋友也没有跟他说生日快乐什么。因为我朋友其实知道这件事，好像就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后来他们没有联络了几天，嗯，有一天深夜，呃，那个男生传了一封很长很长的讯息给我的朋友。哇 <Wow>，对，哇 <Wow>，很长，就是很长讯息给我的朋友，然后我就觉得。 就大家都觉得大事不妙的感觉，感觉很精彩。我觉得我们要休息一下再说这个。好，信里面写什么？哦<好>，哇哦、wow,，Hello，大家欢迎回来收听《教土客 Just Talk》，我是 Shannon 祥龙，Hello，我是 b a t t y 嗨，Hi, 我侯杰。 哦，我好想要知道那封信写什么。听众有没有也很想知道？他那时候跟我说，他半夜传了一个讯息给他的时候，他不敢打开，因为他就是有个第女生的第六感就是这么准，他就觉得不妙，嗯，然后他就不愿意开，然后就隔了一两天。但其实我也超级期待那封信到底写了些什么。后来呢，我朋友就有一天晚上也是很晚上，他就是。 鼓起勇气把那封信点开。欸、这封信是不是如果他读了，他男生会知道他读了？会，就是一个新的好烦哦，oh, <laughs> 真的很可怕。已 <laughs> 读不回，然后他就打开了，他就看到那男生所写了很多讯息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他说，他觉得他很好啊什么的，觉得我的朋友很好，但是他说他现在还没有，他觉得啊，他先说。 我的朋友不是他会喜欢的，不是他喜欢的一个类型。就他很女朋友，对男生很清楚知道他不是他的心。嗯、那他也跟我朋友抱歉说，那一个晚上他太冲动了，嗯、做了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他也告诉了我的朋友说，他现在的状况不适合交女朋友。嗯，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。 他现阶段没有想要交女朋友的意思。嗯、我朋友超级难过的，难过了好几天，又有点走不出来。觉得，我觉得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两个，你同事啊，你这个朋友其实都运气蛮好的。这男生还写写写信给他耶，就是对啦，<實>会会知会一声，就是因为我经过很多就是消失啊，啊或者是很烂之类的。嗯、那，但是他写了这封信给他之后。 他有女朋友了，我朋友就是有回，也是礼貌性回答说啊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当朋友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过了几天，我就是出家门的时候，刚好那个男生同时也跟我开了门，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走出来。诶、欸，可是他可能就会发现说，<我>哇，那天晚上真好玩，我每天要换一个。啊、<laughs> 没有，他就是又一个，他就跟一个女生出来，然后我就又傻眼，我就内心就是疯狂的尖叫。但是因为 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一个旁边的邻居。我当然不能太澎湃，所以我就是很冷漠的关门，然后就走。他就走在我的后面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背脊好凉哦。然后后来我就走到楼下要买早餐，我就发现他跟我一样要买早餐，跟他的另外一半。然后后来我就是点完之后，我就退退到他们两个后面观察他们两个的互动，就是情侣，就是情侣。然后我就觉得。 所以我就觉得说，OK，如果你要拒绝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不需要就是，你知道，你也不需要骗人，你就直话直说嘛。我也不懂，就是男生或女生也是，他们就很顾形象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烦的事情。对，但他绝对这辈子都不可能料到，我就是他会旁边他会被抓到，这个会被抓，旁边一直有人在监视，有一只小小鸟在端茶。 <laughs> 然后我就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很生气，但是又会觉得说，但我不觉得这男生也是坏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其实说真的要说错也没有到错，因为他们两个没有交往，嗯、那只是他也没有答应。对，而且他们其实也是很快的就发生了关系，就会觉得说，嗯、我要气也不知道该不该气，可就只能说我朋友可能倒霉，对啊，刚好遇到了一个没有。 要真对他真心的人，那可能也不好，不小心了就发生了关系。嗯、那可是再怎么说，那也是我的朋友主动。對啊,对啊，对啊。那往后的一些日子至今，我就常常遇到他们两个，然后我就是内心还是都会很澎湃，<laughs> 但是我就没有选择会告诉我的朋友，因为对啊，当然，當然,当然告诉他就是会难过，会伤他心。 对，所以因为所以就是让一个女生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够好，可其实常常不是这样子、啊。可是那他们，我我发现我的朋友跟那个女生的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嗯、所以就就说嘛。对，但就是会觉得后来会发，就是才会这么有点害怕 A P P，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，因为呃交友软体认识的对象。 还有发生的事情，我都会稍微有一点害怕。嗯，我也觉得耶。而且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啊，要认识别的人，除非是朋友的朋友或大家一起出去玩，要不然在公司或是在哪，真的是很难再找到一个。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学生时期或是以前同学的那种谈的恋爱的那种简单的感觉、嗯，真的。而且就是长大，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也会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像对我来说，就是嗯，呃，回到你第一个那同事，嗯，那我觉得就当初就是不用，就是比如果他不想要很直接，其实就是有一个人跟你讲话就会很开心，就。 就是他回你就回，然后就看慢慢怎么发生。<對>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，呃，假如你你我们好朋友，然后就因为假如说、嗯、啊，我今天跟别人出去玩，那你不认识这个人，可是所以我没有邀请你，那你就跟我翻脸，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人。 病嘛，那、嗯、女生同时就会觉得说，男生就是男生，男生就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。可是你要想到，就是这个人也是一个人，嗯，所以你就要把他当人来对，就不要就是因为我们。 呃，他可能喜欢我，然后我喜欢他，他就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太多的假设性，假设性问题，然后也太多揣测。对，我觉得是因为 A P P 可能对我们一开始做用这个软体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你就一定要爱上我的感覺。呃，不是，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就会比较不好，负面一点，就可能会认识男生或什么比较没那么正常。啊、所以，可是你当你要上去，<對>你就要想说这个人。 的想法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担心啊。嗯、对，对啊，不是说就是是确实有很多人他们在故意在用，然后就是，嗯、可是这男生也没有就是逼他要跟他睡或怎么样啊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我第一个同事他遇到那个男生，我是觉得就是他也是蛮。 就不错，他们两个就是这样一起聊了四个月，啊、然后其实他们的互动我都觉得是非常健康，他们一起去运动啊，嗯、然后就是彼此分享一些事情，只是说到最后，男生消失了，然后对啊，可是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回的太冷，<能>那男生就觉得说<对>哇，这女生一定很难搞，以后我跟他在一起，对, <laughs> 对、啊，也许有可能，但我如果我,我,我,我是。 女生如果一个男生这样对我，都会觉得恶、呃，好恶心。嗯、我会觉得很恶心。我觉得这男生像个女生一样，我不要。<laughs> 所以更何男生更觉得说，就是女生应该就是就是不，你不需要说，就是让他踩你，就是他、哦、他也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你回可以幽默一点，嗯哦、让他觉得说个互相。对，我是错，可是这女生处理的很好笑，很很哦，了解。 对啊，可是你就是很直接的、很冷对一个人，嗯、那个人就会说：“哇，那以后我真正做错事的时候，说他会多凶啊、多冷啊，<laughs> <对>这样子。”有可能。而且你又确实是在意他，如果你真的就不在意他，对啊，就说嗯，偶尔就。 Whatever you know，就你可以这样。可是你女朋友如果当时在意他，就应该还是要表达出,出一点这样的讯息說，说哎、啊啊欸，其实我是在乎你、那、的、個。因为就是你，但我觉得他那时候会有一点害怕，是也许他可能怕会有点受伤害，就是我可能释放这个讯息给你，可是哎、欸，结果刚好男生不这意思，他真的也许有限，嗯、就是太多的揣测，我觉得在暧昧之间、嗯、你就是不行，怕。 以防万一，你不行去以防万一，嗯、因为就是你猜不出来的，而且就是你这样做或者那样做，两边结果如果不好，都是会被伤害到，所以你至少说你该做你做了。嗯 然后如果没有好结果就，就啊没有后悔。可是像现在他就会想说，那天如果我回的比较对，较就是会有很多揣测，不,已读不回<对>会不会我们现在还是很好啊？对，可是他现在就来不及了。对,对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如果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，如果那男生真的喜欢我的话，他应该就会自己主动来找我。我不我不觉得这种事情，就是有时候。 我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你就要去说，他不一定要这样子，他可能觉得说这女生从一开始就是都是我每天跟他说早安，他也从来没有先跟我说早安，然後我们出去玩，他也没有就是靠过来，也没有就是装可爱，也没有就是跟我撒娇，嗯、没有这种感觉，他不知道，可能因为你朋友。 确实是，就是很比较没经验，对，所以他不敢。而且就是他问他说：“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”他也不回。这是一个对我说过一个男生不回，<怕>我马上就不会跟他讲话，就表示他在藏什么。但女朋友藏的秘密，其实这男生可能会觉得很可爱，但他没有跟他说，嗯、你知道吗？嗯、这男生可能就会想完全相反的，哇，这女生是有多少个男朋友不敢讲，嗯，不会想到说这女生可能没有经验，嗯。 我觉得有一些男生听到没有经验，他们更喜欢，嗯，对啊。我有一些女生没有听到男生没有经验就超矮的就要追过去，他就想要教导他们。哇、哦！<laughs> 可是你你想说一个哥哥的 <laughs> 哥哥的，像亚洲人都很喜欢当哥哥嘛，这更、嗯、更机会更好啊。所以你朋友就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他就是又有新的,的想要开始呃教就是 dating，因为他现在才刚开始 dating。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啊。 可以了，就是想，就是、其实我一直提倡他想说什么就告诉他，啊、就直接一点。这是一个很好，就让这看这个男人是不是好的男人啊。就如果他因为你没有经验，他就不要你的话，那烂男人他只要一个东西啊。嗯、那他如果直接说，就是其实你知道吗？呃。 我没有什么经验耶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已经长到这么大，但就是从来没有很好的机会，所以认识你，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，但我很开心可以跟你出去玩这样子，就就讲很 positive，对啊，对啊，嗯嗯了解，而且然后重点就今天今天我们时间也快到了，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呃，如果听众想要用 A P P 软体，我觉得其实也还蛮好玩的耶。哦。 还有一段呢、啊，耶、yeah,！太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哦。嗨，<laughs> 大家回来收听最后一段的教图课，Just Talk，<laughs> 我是 Shannon 祥农 Hello，我是 B T。嗨，我是侯杰。<laughs> 好啦，我刚刚重点就是要说，就是你要用这种软体是 OK，我我完全就是觉得用这些软体的女生很有。 就是勇气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呃，爱情就是很容易被伤害，不管你是在哪里认识男生啦，所以可是就是呃，我觉得要小心，要注意健康。如果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回家的话，还是要嗯，用一下保险套，大家注意一下安全。<laughs> 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就是、呃、因为还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啦，也是因为透过。 呃，A P P 认识的另外一半也很多都结婚啦、啊，很幸福美满，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也是有好的，而且其实也可以挑软体。我知道有一些就是特别为了结婚来为主啊，可是就是你可以上网调查一下，像呃有一些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比较是要。 一夜情的，就是都看照片的那种，yeah, 最危，yeah, 我觉得最危险。<對>除非除非你就是想要找一夜情啦，<laughs> <那>或者是欢迎的，<laughs> 对。现在, <laughs> 現在有的软体是一定要用什么脸书注册，就比较有保障。嗯嗯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。 也不是说不好，就是比较容易是以发生关系为主的 app 的话，啊、就是可能就是昵称啊，或是放一些假照片就可以了。对，就大家就是小心一下，啊、这样。对啊，可是如果就是只是想要放松一下，当然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。<對>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找个人聊天，对，也是、啊、单纯聊天，其实有个啊，我有个朋友他就很好笑，他就说啊，我很喜欢用这种呃交交友软体，因为就是我可以练习怎么 flirting。 用用<情>用，对，用那个简讯 flirting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本人啊，啊可现在手机这个科技有一点太发达了，你知道吗？<的>而且我们我哎、欸，我们九零后嘛，就就这个年代的小孩子，嗯、我们是第一代，就是完全长大有这种东西，从电脑开始，然后现在有手机。对，而且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会回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以前用那种黑白手机的时候。 <music> 我们到底来干嘛？因为现在完全吃饭什么，就是1是2 1狂。五二一，我爱你。五二零，<laughs> 美一美国是美国是九四二零，<laughs> 美国是什么？美国是是 one four three，就是 I love you，有四个字，一个字，四个字，三个字。 One four three，因为是用那个 pager 的时候，oh,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候，oh, 一个代号的感觉。对啊，對啊 oh. 然后，好啦，就所以就是，而且如果有听众是家长的话，你不要给我们这么多压力、欸、你以前有这种这么多复杂的东西，在让你就是。<laughs> 暧昧上面，dating 上面这么复杂吗？<laughs> 没有啊，你们就哦，突然碰到一个哦，你也你你也喜欢这个，就认识，然后结婚很 <laughs> 很简单。單我们现在就是完全二十四小时，你们都可以找到我们。<laughs> 那男生不是二十四小时都也可以联络到我们吗？真的，就超，就其实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就不用说交友软体，我们就说一个脸书或一个 Line 来说。对，而且现在。 已读这件事真的很可怖，而且就是常常这个哎，他没有看我答的简讯给他，可是他在那边暗赞我的照片，就是他在那边跟别人聊天更更或者是群组我我密了你，但是你那个朋友没有回我，也没有已读，但他却在我们一起共同的群组回回话，对，然后想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得得罪他，还是他不开心什么？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。还有一个软体，他是分享照片。 然后他就会写说：“哦，你们谁是你最好的朋友？”然后他的意思就是、哦，这真的是很挑战人性。谁发最多照片，那、哦、你就会觉得，有时候他还会写说：“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可是你不是他的最好的朋友。对”然后反过来，然后就觉得会有一点小嫌隙，哦、朋友跟朋友之间。对，而且就就就,就有时候就是那边就是可能每天都会联络。 你知道吗？嗯、然后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每天在联络<懂>？对，<laughs> 真的完全不。<laughs> 而且脸书啊，它真的是很贴心，我只能这么说。<laughs> 就是他在固定的时间，他都会说，诶、欸，几年前你跟你的好朋友在今天做了什么事？嗯，然后我就看某一天，因为其实呃刚跟男朋友分手，然后就是还没有走出来嘛。哦、对。然后他就有一天，诶、欸、f a c e b o o k 就很贴心的帮你分享说。 去年的某一天，你跟你的男朋友，对你，你们在干嘛？然后就一张我们两个的照片，然后我就傻眼。哦、我想说，哇，要这么贴心帮我这样提醒，<laughs> 提醒我們，我。一直想忘忘不了。对，然后提醒我们，<laughs> 就觉得哇，Facebook 真的贴心。现在周杰有那个翻着我们照片，然后你完全不用翻，他就直接跳出来對，就是贴心。我只能说他贴心，<laughs> <我 S 1> <laughs> 真的。就其实现在，我觉得 dating 已经变成一个新的。 一个新的世界，就有一个电影，然后她就女生，呃，这电影是英一个美国的片，然后它它里面其实明星都很大牌，然后叫呃、uh,，He's Just Not That Into You，就表示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。然后那里面就有呃五，好像五个女生，然后就演她们的爱情故事。然后有一个女生，她是 Drew Barrymore，就是嗯，她演过很多电影，like Ever After，然后嗯、呃，她声音很好，好笑，很好搞笑。然后她就。嗯 他在里面就是说啊，我现在在用这个以前以前脸书以前我们有个呃网站叫 MySpace，他说啊，我认识一个男生在 MySpace，然后他的就是 gay friend 就跟他说、嗯、哇，我的我的很辣的妹妹跟我说 MySpace 是找找呃炮友的一個网站，哦、然后他说哈。<laughs> <laughs> 然后后来就是那男生就会就是有一直跟他讲话，然后他说：“哦、啊，我们要去喝咖啡。”他说：“哈，你要跟他当面碰面。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要跟他用那个相机，我们两个一起喝咖啡。” <laughs> 然后后来他就是在等这男生在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就是跟他的朋友说：“我我打电话到他手机，然后他回我说打到我公司，嗯、然后我没在，所以他留了呃那个 voicemail，我再打回去，我再 email 他，他再打简讯给我。后来我就。” MySpace，他然后最后就变成说我跑到八个不一样的呃，就软体上面，然后被拒绝，用八个就八个地方在拒绝我那、哦、样子，而且很就就那个电影就很搞笑啦，嗯、就觉得说真的耶，就常常现在科技这么多，多嗯、对啊，到底到底什么事真的错这样，而且就是男生也很方便。 同时跟很多女生聊天，嗯、就放线，就渔夫啊这样丢饵，啊、<laughs> 看收到谁，<laughs> 收到哪条鱼大就 <laughs> 而且现在在网络上就会有一个，就是可能是笑话，嗯、而且他们还会做 T 恤，shirt, 什么图 T 这样，嗯、然后叫 Send Nudes，然后意思就是寄裸照。 Uh, 对，然后现在超流行的，然后就是网络上认识的男生就会常常你跟他聊天，然后他就会说：“哎，你你,你生女子这样子，然后就、oh, <wow. S 2> 呃、对啊。”可是很尴尬哎、欸，就是可是很多女生、啊、收到照片然后呢就而且 <laughs> 有的时候男生莫名其妙也会送给女生啊，对，就是好恐怖的。我我也只能说他是贴心了 <laughs>，我收到过，<laughs> 那你有收到过那就。 就那个那个，我也没有很认识他，没有很认识还好。<laughs> 我跟你讲，最尴尬的就是你可能有点熟的朋友，如果熟了、欸，哇，<laughs> 突然寄这個给你，真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、欸。对，就就下一次看到他会超，我会觉得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人。我觉得我会笑然，欸、<笑><笑>然后他会很丢脸。 <天>因为我是一个，就是我不会尴尬的人，可是我可能会让失去 o n 变得很尴尬，因为我太不尴尬。我就啊，那天啊，然後我会说话，啊，旁边的人会觉得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当事人一定会疯掉。<laughs> 而且我我会马上回说 <瘋掉 S 1> 哦，谢谢，可是、呃、你寄给我干嘛这样子？可是这个人我不熟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然后就把他拉黑了，拉 <laughs> 封锁他，<laughs> 封锁他，对啊，哇，就超恐怖的。 就觉得，呃，网络的世界，然后 A P P 跟现在科技的发达，真的是不怎么样。然后，哇，叫你来改拍，你的不怎么样才是重点吧？那真的不怎么样，因为因为。 而且那个软体，你气，宣的气是气重，重点不怎么样。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那个软体就是你拍照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会通知那个男生。可是我反正要封锁他，我就拍拍照。但我我有删掉，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，哎，这样子他也敢气？」然后我朋友就大笑，然后后来我就把照片删掉，也把他给删掉。啊，后解。我哦，这什么都会记。而且他住在美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也不用看到他、啊哦。可是美国很难不怎么样哎、欸。 就是，他他也是亚洲人，oh, <laughs> 对不起，sorry，sorry，<laughs> <laughs> 他是混血啊，嗯，天哪，哇哦，好好，對啊,对啊，对啊，劲爆的话题，对，他是，哎、欸，他是什么人？是可以说吗？在广播上，好，他是那个 ino, <laughs> 菲律宾菲律宾人跟跟那个韩国人混，嗯，哇、wow、哦。 能想象 <laughs>、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好好恶心，不是不是不是恶心，就是他去做这个动作，他这个动作太恶心，對就是他很开放，只能这样想，啊、就哇，这的，而且我们是在工作上认识，对，就觉得哇哇哇，而且我不觉得我有给他。 误会点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所以就现在,現在可恶想传，就只是一个可恶想传，而且他一定是传给很多人吧？嗯，群发、啊、群发那个 A P P，对，超超方便，就哒哒哒哒哒就可以点一次，可以点一百个人这样。他就不要不小心发给父母，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就不小心点到爸爸妈妈，就、哦、<laughs> 这种事情有发生过，<對>这样子就女生要 记裸照，然后不小心寄给所有的人，oh, 不是自己给他男朋友，oh, oh. 然后就会报道新闻，然后人就会转发、转<对>发、转发，然后真的女生后来就是自己退税，然后搬到别州，<laughs> 因为太丢脸了。<laughs> 天哪、啊！<laughs> 好了，就今天重点其实就是很开心跟呃我两个朋友还有呃听众可以聊，就是呃我们对感情啊，然后这种交友软体的看法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很喜欢，有一些人会觉得完全很反对。我是刚好在中间，我自己不用，但我朋友果用的时候，我就会哎、欸，我来帮你看男生这样子。对，可以筛选，<哇>就蛮想要看看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慢慢慢慢就是经验，那、呃、这些公司有经验以后可能。 以后就会越来越好，而且我觉得虽然脸书有一点让我们烦恼，嗯、可是其实就是呃，我现在搬回台湾，我还可以保持跟真正的朋友、真正的美国朋友保持联络的时候很开心。就是有好的地方，有不好的地方，对啊，对啊。对而且就是感情上面，我觉得其实现在世界变得不够融吧。嗯，所以可以就是。 不要这么怕被拒绝啊！我觉得拒绝其实是最不可怕的事情耶，真的，对。的一个明确拒绝就拒绝，至少你就知道哦，好，呃，继续花痴找别的。你我跟你讲，我我我也是这样，真对，就伤心几天，然后就。 嗯，哎、欸，这<对>个男的也不错啊，<laughs> 开 <laughs> 好玩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下次再请呃侯杰跟贝蒂来跟我们聊天，好，谢谢，那、啊、谢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，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喽，祝你们呃单身人找对象愉快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